我们把买回来的猪脚给它洗干净，多余的毛给它刮一下。我们再把猪脚砍一下，刀工不好的朋友们在买的时候可以叫师傅帮忙砍一下。我们把猪脚焯下水，葱姜料酒，水开我们撇去浮沫，然后再继续煮个十来分钟。我们把它捞出来清洗一下，油烧锅，我们现在炒个糖色。我们给它翻拌均匀，让它更好的上色。现在我们放入姜蒜、干辣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炒果、茴香，将水给它没过猪蹄，放入葱节、料酒、老抽、生抽，我们大火再给它煮三个小时，煮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好深啊。慢工出细活，美味的东西是值得等待的。煮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加入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大火再煮个十来分钟就可以了。看看这诱人的色泽，既饱口福又饱眼福， Q 弹 Q 弹的，香得很呢。软烂脱骨，吃起来真的非常的香。肥而不腻，用手这样啃实在是过瘾。猪蹄的做法有很多种，每种都特别好吃，营养又丰富。猪蹄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，美容又养颜，朋友们一定要多吃哦。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